衣服换好了，这是商家提供的衣服，看我的手臂，一节黑一节白。还有就是纹身的问题，只要商家他们觉得不介意就没事，因为这只是小面积的一点点，如果介意的话是肯定不行的。对比一下肤色，谁说我细皮嫩肉的，自己看，太黑了，一黑一白。下班啦，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